三十一天把布都一起了，把布来了。好，十几块十八了，今年十八来了。九点半看能不能卖，可休息没关，这恐怖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被这个白带鱼咬到很恐怖，真的。一千哦。跟你们讲，一清如果五分钟不讲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一清五分钟不讲话，他就受不了。真的哦，白大哦。后边搁一个，后边搁一个。要无啊？这个是谁？谢玉妮啊。台北下不停，因为这个是东北季风。这个是东北季风，东北季风的话就是北部下雨，南部不会下雨。今天这个是东北季风。东北季风就是北部会下雨，南部不会下雨。